清晨的感觉，这个夕阳照在脸上。真的吗？娘娘起床。你又没暂停嘞？你手机内存那么大，我搞累了。哎，不用暂停啊！你有没有录进去？这里之前都有人，你们进来之后他们都走了。那我不会开始先吃，我会等大家都到了再吃。好了好了，飞哥，我还录你呢，烦死啊！还是挺美的，就是天气不好。这要拍下来，怎么像死人一样了？看，我觉得你应该下去，因为你们这里好热，我们下面很凉。你是空调凉快？应该是有人刚退完房，所以下面是凉快的。天晴了吗？天晴了，太亮了。而且拍个漂亮照片发给张姐。也太美了吧 ，beautiful 啊！放大一点。哦，好多人在那里打高尔夫，肯定都是一些贪官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赶紧那个大老虎都来抓！好像在照顾一头受伤的猛兽，你知道吗？香辣鸡腿堡跟劲脆鸡腿堡，还有经典肉酱汁后做什么和牛堡，20吃桶，好吧？老好久没有这么豪气的点的东西。反正这一趟哇，还有国庆了，你国庆还能再吃，国庆回来就是没有这回事，关到牢里，你回长沙了。你看我在家里吃什么？每天吃白菜。宅神卡9.9元蛋挞凭券买一送一，要一个。神职原味鸡黄金脆，你太没有感觉。下午茶葡式蛋挞6只猪，4宝1桶，20吃桶，但这只有4个宝，我们这里暂时就1、2、3、4、5个人哎。好点声音，这样的老公别做事。今天早上看的，睡着了。我们去尝试是一头狮子，一头母狮，正在睡觉。有你不敢的事情，那你来吧。我也不敢，你怎么来？我不敢。我刚刚看到那个真的，你吓得像一头母狮在那里沉睡。你去，我不去，我不敢。你他老公去，你去。你年纪最小，来拍你后脑勺。别醒了，又按头了。娘娘起床。把那毛巾伸到那脸上。奴婢始终都是娘娘的奴婢。走了，去吃肯德基了。有人吃水饱吗？在海南的第一餐。那这里聊方好了。这是我干嘛？改刚好了，叫13层压板。那身高也要打一下。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还太有无争。多久到三亚来吃这个？会不会太不合适了？我告诉你，三亚美食很多。我看了一下外卖，就是那种30分钟可以送到的都好吃的外卖都有很多。要吃生蚝，吃扇贝。他是这样的吗？要吃什么？就在手上搞完，就开始跟男的说，就玩什么什么拍手游戏。男的说什么？但你不准睡，那你睡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你睡了，你给我100块钱。好，你给我95块钱。哎，走开，搞搞对。然后后来。飞机没飞多久，安静了，我一回头，那个女的，睡得跟猪一样的男的，我说这事赶紧用拉屎食品才舒服，烫了，刚刚睡一觉不小心长了3厘米出来。
你不觉得你这样踮着脚很难受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看你这样，你明显你明显你的脚步都就是这样的，好吧？没有，好热，我的妈呀！我后悔了。这是我们来的这边，是。别跟你都门开的了。这是别人家吧？别人家。家里去。海边通道。温度其实刚刚好，快呼吸，也太美了吧！呼吸，丝瓜你最喜欢吃的，丝瓜，快丝瓜回去。哪有这样的丝瓜呀？丝瓜是橙子啊，这是树啊，怎么可能啊？这是藕吧？哎呀，太美了。豁然开朗的感觉。是的。来介绍一下这个神器卖货了。我怕。这个珊瑚手串它从不是人。白走了。外面有好远不？从上面绕嘛，就这个上面嘛，开车过去要多久了？还可以，就两分钟到外面了。知道吗？师傅不会叫苏苏吧？苏苏，我叫雅雅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没有原生的力量了。现在想搞，现在搞不出来了。不是不想发疯，想发疯，发不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好有青春的感觉，这个夕阳照在脸上。真的吗？是的。我没在，我没在防晒。你用手点一下都可以。本来就是不专业的。我刚刚是暂停了，给他拿着的。我哪知道你？你为什么暂停嘞？你手机内存那么大。我手累了。哎，不用暂停啊。现在开始吵架。有没有录进去？你可以不用在这上班了，走吧你。这是我的手机，拿给我。国庆过后不要来上班了，我去豆瓣开个帖子。有车了，有车了。工资接到今天为止，9月26号啊。反正没有我，你的视频也没有人看。姐听到吗？三个姐膨胀了。你怎么不去开个号叫试香型呀？哎，你改回网红型吧。这也太……哈哈我的人中。还好来了。哇哦！你是下去插秧啊？心中想说，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不想听了啊，没人在听。目前好一些，没事没事，真的不行。没事的，他平时在老家赶鱼的。里面的石头全都是擦的，我这边擦的。哎，你们彩虹的，快点快点。老天爷都眷顾你的频道是吧？还送你一个彩虹。是，今年大红。今年快过完了。找了看他们两个接吻喽。你们有房卡吗？什么意思？现在在干嘛？寻找我生命的动力。
他这个脸盆是专门用来放这个麻将的是吗？他把这个花盘拿出来了，现场就是把字盘拿出来。犯毒瘾了，抽呀。哦，所以是只是某一个晚上是吗？搞了个把小时了，是汽修工人呢。OK 了，好了。为什么总觉得我小一些啊？他跳了呀，你拿了没？你拿没了？对呀、啊。十三张对吗？没错没错、哦，没有人会在这里阴你的啊，九万。哎，梦梦两个火龙现在不要叠了，特别是我私下好厉害的，没有少年气，我没有少年感，同性恋就是要有少年感才有人要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哪都这么好的，你想你。啊哎呀，好子八条，真的吗？好顺呐，那也抬得好。等一下，不要闷，自己全中我自己，两块的、四块的、八块，八块一个，谢谢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缺一色，还要八块一个，缺一色，不好意思。我得到了。缺一色字母。七块十四十四的钱，转给你爸。没有什么转给我，手机呢？没有在打钱的，好玩，这是游戏嘛。哎，死不下了！啊！你的不服不要回来！不才开始半个小时吗？那我坐到上午家。哎，我请大家吃宵夜。把老少别把我惯吃东西哦。装的嘞。怎么只有几颗豆角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这是不是只点了一串啊？因为我就说了，我就是加，我没有去。你就是搞一口啊，所以说了，可能就是东西会不够。还可以，够了，我觉得。看起来好吃吗？还没尝呢。Taste like shit。这个明显就是放的菠萝香精搞的呀，怎么可能黄到这种程度啊？正常的菠萝炒出来。这个菠萝饭难吃至极，是的，这牛肉好能吃，那个辣，豆角也好能吃，哎，梦里小三，好难吃，这五百多哎，我刚包装费都收了四十多块，哎，这扇贝是假的，不敢，是假的，一下就掉下来了，嗯，就买的冷冻扇贝肉，然后买了一个格子，不是买的格子，就是别人吃了他回收的。在海边捡的，就真的是这个壳子是那个马戏团用来贴那个胸贴的那种，是是雷迪嘎嘎的那个封面，发放的那个五百多，你看看剩了多少丁？这种玉米这种东西，它都是抢着吃。对，我还想说哇，十串不够，而且生蚝没人吃哎，平时上来我们一人就直接喝了。你看火腿肠，火腿肠它的花都没有翻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是。缺德，你看这个菠萝饭，缺德，给它菠萝饭点，香精色素没有看到一点菠萝，吃下去就是假，哎，我以为那是烤糊了。这是练的，再说一次这个练的。稍微 show， 而且它是英文，是 show。真的吗？ Yeah， 稍微 show。这个菠萝海鲜炒饭未必长这样。海鲜菠萝炒饭没有，这是又被骗了。以及呢，我想说，我看了一下所有的评论，大部分全部都是刷出来的。对啊，这都是假图，都是假的呀。给推荐十六号骑手的，他们就是有自己的骑手。你们刚才说这是几号骑手吗？有。一个好的商家具备食品卫生、美味的食物去吸引顾客，而不是商家自己配送的骑手一味的追求好评，本末倒置。他查了很多，这么多呀？就是帮小哥签的时候点个评价，我们可以挣一些补贴，然后商家会派多一点单给我们。可以帮忙小哥点个评价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吃了一起给你评吧。你要拍个那哎，对，您就帮小哥拍个公号。好吃了再说。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好可怜的。你现在就可以给他骑手好评了，快点吧。快点，你怎么说这么好心啊？这他一直打电话。你动动手指的事情哎，快点都录下来了。道德绑架，对。啊，你让人家回去的时候安心一点嘛。没变呢。对啊，他们老板肯定就说你就是打同情牌啊，就是让别人给你好。怎么这么黑心啊？
说看不了就是说弱势群体被欺负。怎么你要哭了？你这镜头前表演的太严重了吧？你看他演戏的那种痕迹太重了吧？你看那一瞬间，我刚才想什么鬼上身还是怎么的？中邪了，中邪了，下面开始。太想得奖的女演员。还是小欧，可是戏份又很少。没有，我是真心的，因为那个人就长得很淳朴，然后又很黑。他就是找这边人都很黑啊，因为这边人就是晒得很严重啊。严重。是啊，那个。赶紧手机密码是老的，是零四零七。那是午饭。不是零四零七，是零四零四。他是金鱼，杀手鱼。三三姐，你的手机密码是好的去了，零七零四。他把门打开，搞得吓我一跳。零七零四。有人上车了，上。对，好像老长沙。湖南人到海南还要吃香菜。南门口。我进来就是湖南湘菜馆。对，香菜我说好做的臭鳜鱼的味道，当时。哎呦，你好懂。他们用海南话说的吧？啊，你好懂哦。他刚才在去广西话。吃饭吗咯？在上面写的吃饭吗咯？是的。吃完吗咯？吃完吗咯？我学不翻嘞。你太土了，你有天生有这个。你用香港话说就可以了呀。他总是讽刺我们香港话。没有。上菜了。哎呦，细过这门子。过年了。回家了，这感觉。好好的剁椒味，我妈耶！老板，吃个饭。那个郑州饭你吃个饭？这么大一碗。就是都在一边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。的这个腊肉好吃，我昨天没点，我故意留到今天的。我故意没点，留到今天的。大石怪，全是大石怪。大石怪呀，留着晚上当宵夜吃。怎么说？回家了，又吃老长沙。哎呦，我最爱吃这个菜了。各位在海南的湖南同胞们，可以来这一家，千万不要去那什么烧杯秀。大东海。这老板是湖南的。真的吗？师傅都是湖南的。没有，我先看看地图，我们怎么走。又在这演戏。哎呦，好晒的，我好身材不行，完全拿不。别拍了，今天这么胖。这么多你今天这么胖，你哪天不这么胖啊？我得给你举上去。这是什么树啊？榕树，对，这叫榕树下有这个歌了。哎，又是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下去，我也想，我想游泳。你知道你像那个表情包，一个很胖的女，对，一个很胖的女的举了个伞，然后伞被吹飞。太美了。
今早喝醉了。这里有清不良，到处都是清不良啊。阿菊冷饮店，童年了，是的，需要很大的跟传递过程。其实没什么甜味，因为它只有椰奶本身的甜味，它没有外面加的奶茶很淡的。我试一下这个，这就是芒果的黄木了。你要试一口榴莲的吗？像这个东西要16-100，不便宜，很绵密。16啊？你没有？是16吗？没有，我吃完这个都是吃的。哦，拍起来好像不太美观。但吃起来非常的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菠萝的比较淡。啊，对，菠萝的味道比较淡，芒果跟榴莲的味道比较重，比较好吃。我觉得讨论比较划算，因为你刚拿起来这个碗都是变形的，你看那有多大一碗，是很重。嗯。你们刚刚那么多人过来，没有一个人把桌子拼一下，把位子腾出来选一个位子，就是坐下来就已经开始吃了，其他人就在那站着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。这里之前都有人，你们进来的时候他们都走了。吃逼！在我进来那一刻，很多空桌子。当然对啊，你看工时都在这里，他们都走了。你点完了就占位子啊，或者谁点完了就占位子啊？他们去了呀。那我也不会开始先吃，我会等大家都到了再吃。等有位置了再把位置拼出来，而且你们刚刚所有人都站在这边站着，我要站在干什么？我觉得这样不好。沉浸式好了好了，肥婆，死肥婆还掉眼泪。我等下还去哄老公呗。知道嘞，我在这马对面就哄了。烦死啊！以后老了把这个当老师放。人生只有几个真心的朋友。怎么变成张大大呀？一下子。太不容易了。不是每次你一喊我就来，就是因为想一起玩嘛。是的哦，我老公还特别不理解，我整个就是闽南去救张家姐姐。知道你最近这一年装很多，是压力又大，总是想出去玩休息一下。每次出去玩，我回去嘞，就是一堆的，就觉得根本没有休息到，不知道为什么好累，想太多了，你安排太多了。你少留在那看好戏，他整个衣服看好戏看好了，他应该是要报警起。你想在长沙，你没有三十几岁怎么看？羡慕他了。你去哪里看歌手？一路有你，牵你的手，去路回头。谁牵我的手？我来牵的。这也叫做情侣？这就是来看什么？这小轩的 MV 拍摄景点的拍摄地，一见钟情哎。到了 LV， 快点，我要去拍 LV 了。我拍。到了是吧？这是里面是视频啊。
除了这里面放的是视频，是的，我觉得是视频。放了钱以后，他就开始给你播视频。对啊，一些佛光，有船呢，你看。是，当了18岁。那亚特兰蒂斯这边你们想去吗？这是三亚最大的水上乐园，那就去呗。你看姐夫就不拿手机，你赶紧把它藏起来，然后等下逼问他。好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然后因为他到时候会怪我。好了，我最不想看这种海狮秀什么秀了，他好可怜了。怎么啦？没有啊，你又不是苹果手机。你拿了是吧？我没拿。你觉得我拿了没有？你还在拍你。是你老婆叫我藏起来的。待会进去到了造浪池，看谁说是谁。好高的。我也怕，你也怕。我没有玩，要玩任何高空项目的意思。对，我也怕，会死。我就好像那个男的吧，推我一脚，他过了。那个吓人不？是露露天的吗？跟跳楼一样。Oh, that woman to give me。你最后是掉到哪里了？掉到鲨鱼头上了。不要，我现在就行。无声无息。是太无聊了，你觉得吗？朋友们，我走了。Any last word？啊，我想玩这个。哎呀，我们走过了不二法门。哇塞，好有钱！我想坐他们的车，他们坐的贵宾车，700块钱一个小时。朋友们，传统行李箱太小了，好诱人呐！就带车下车那里进去。哎呦！哎呦，多少就热，赶紧开车。车辆启动，提醒您注意安全，行驶中。请让站立走渡，欢迎到了。左边下车，门把手的车，难怪别人走过来。反正不经过这里的必须下。是的，就才渡了2分钟啊。又被骗了。感觉成仙了，他们。
经历了改造，改造，净造，好净造。你们真的是很放肆，我们只是几个狂徒罢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观音是谁呀、啊？那跟那个海上观音不是同一个是吧？哎，但是那个感觉还离我们很远啊。你前面走你就知道了，很长的桥。哦，天哪，它是巨大。哦，我操！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你不要抱着那种开玩笑的态度在这边啊！我没有抱着开玩笑的态度。你跪下。别笑了。严肃一点，我跟你讲。妖女一个，你吃那个男根。妖女走到那里就化成灰了。突然走不动了。这里就是个专门用来看观音的那个观音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挺想看的。天哪！好壮观，好震撼。是的。天哪！你向观音许了什么愿？观音不是用来许愿的。唯一许的愿就是平安大吉。在聚散之间，南无不悲，南无不怠呀，南无不怠呀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